来大直的卢小姐，卢小姐你好。喂，大家好。哎，你好，嘿。人家中国人、外省人懂得用脑、用计谋，而我们傻傻笨笨又老实的台湾人，只会埋头苦干，只求填饱肚子，只求国民党这个主人赏给你一口饭吃，你就心满意足。甘心一辈子做国民党的奴隶，一点出息都没有。这种无知又愚蠢的奴才个性，简直让人瞧不起。台语有一句话说：“欠尾出嘴，戆尾出来。”那些无知又愚蠢的台湾人就是这种个性，人家在60年前就懂得让那群外省人啊，那群穿着破衣草鞋的乌合之众来当军工教人员，来当他们的铁票部队。那光明正大的用这群人来制定国家所有对他们有利的各种福利跟优惠政策，而你台湾人一个都没有。大家他们大口吃肉喝汤，你却连骨头都没得啃，白白养人家60年，人家不但没有对你感恩，反而恩将仇报，到现在还在台湾乱。而你们这群无知的台湾人却不知道要生气，要讨回公道。如果你们什么都不懂，就没有资格打电话进来说三道四，到现在还不肯学习。如果什么都不懂，请看大话新闻，大话新闻会教你很多知识。对政治一知半解，对那个讲是非讲道理的民进党你不信，你偏偏要去信那个颠倒是非做贼喊捉贼的乱打，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真是一群猪啊。谢谢卢小姐，谢谢。吼，咱卖讲美猪啦，吼，也许我相信啊，慢慢的会有觉醒。吼，咱个情况卖咧，有对一个动，我都累积啦，吼，累积7年卖3390亿的股票啦，是倒位来的股票，吼。